中午刚吃完饭，在白塔公园这边。白塔公园有一座寺庙，寺庙门前有好多人，是在玩牌吗？带大家进去看一看。弥陀寺，刚进门映入眼帘的就是天王殿，天王殿后面就是大雄宝殿，这其实是一个正门，但是正门没有开，我是从偏门进来的。每一个寺庙我感觉都有大雄宝殿，空气中弥漫着香的味道。弥陀寺立体图，现在我们准备去这个塔去看一看。浑南弥陀寺重建元起，这座塔看着好壮观呢，但是估计着在视频里看不出来有多壮观，在现实当中老壮观了。而且我开的是超广角，如果是不开超广角，手机屏幕根本就装不下它，上面都是鸽子跟雕像，看样子是肯定不能进去了，都把门封上了。俯视拍一下，真是挺壮观的。好冷啊！塔前面有一座纪念碑，沈阳市东陵区白塔堡镇人民政府。这座塔四周都是雕像，这天气实在是太冷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我。其实这地上上面一层是雪，下面一层都是冰了。拜拜，再见。